这个行的空档啊，其实有点像是那个Python 懒人包，也就是它就是已经什么东西帮你装好了。那你把它装起来之后的话，哈，就不用像我们去要装 request，也不用装那个刚刚我们那个 beautiful ship，因为它已经内建了。但它的缺点是说，哈，它装的时间非常的久。我每次装我都觉得哇，然后上课的话，只要而且装真的很久，我有时候装可能装1、2个小时还没装好，它其实没有宕掉，它其实是真的还在跑。好，我以为奇怪怎么跑，然后就放着让它慢慢跑，哎，真的跑，有时候跑个1、2个小时才跑完。哦啊，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安装就是什么都帮你装好了。不过它里面还是没有 Eclipse 啊，它会用另外一个叫 Spider，它有帮你装一个 Spider，但那个 Spider。我自己是用不是很习惯的哈，但也是一个编辑器了哈，只是说可能没有像 Eclipse 功能这么完整啊，这可能就你就可以自己试试看了啊。它的好处是说，它除了 Windows 版之外，它也有那个 Linux 的版本，它也有 Mac。比如说你用苹果，你好像有同学写信问我那个 Mac，那你就装这个了，反正装起来就好了。它的好处是就装起来什么都 OK 了，就。也不用做其他事情，这其实可以试试看哦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接下来，如果已经装好了，那确定没有问题哦，我们先执行一下，就是我就把这个刚刚的这一段，其实我们主要程式里面大概就只有怎么 import 这个 request，利用那个 request 帮我把它抓下来，然后呢再利用那个 beautiful soup 啊，它里面有个方法叫 beautiful soup 的方法。那你告诉他说呢，哈，哎，我抓下来的那个字串丢给你，然后呢，你帮我把里面的资料分析一下。那分析什么呢？分析我要的那部分。所以我告诉他，哦，我要哪些部分，那他就会自动怎么样，帮我把我要的部分，哈，哎，帮我执行出来。所以执行出来之后，哦，有没有标题就帮我列出来了，然后呢，网址也帮我列出来，然后一个，哦，有没有两个，一直七个。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讲七段，刚好全部列下来。好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当然你可以再存档，要不然就塞到资料库。后续我想自己再去延伸哈。另外，甚至你如果说要把影片七段影片自动存档成一个影片档，也后面也可以。你再去抓一个抓那个 YouTube 影片的一个外挂，就是那个模组，它就可以帮你把它下载，给它网址，它就帮你存档。你告诉它存在哪里，它就帮你影片全部存好了。程式也没几行了哈。不过有兴趣同学，网络找一下，应该有相关的范例，蛮多的。所以如果说你以后啊要把那个 YouTube 影片哦，自动整个清单全部下载，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，你连 Python 都可以写得出来了。OK，只是说我们后面那一段还是虽然不难，但是还是要可能时间不太够。今天的话，我们还是先讲重点。OK，所以今天的主要重点是我要把资料爬下。至于存档，你们自己再慢慢延伸吧。哦，我觉得 Python 的好处是网络资源非常多，你网络找一下应该都有。那最重要是你要看得懂，到底人家给你什么，你哪怕是贴，你要贴对吧？哪怕是贴上要改，你要改吧。你不要贴了之后不会改，那就麻烦了。好，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会，至少看懂那些东西放在应该放的位置，然后能够让程式能够正确被执行。至少应该有学到，好，OK 哈。那程式最麻烦的地方是哦，它一定要100分，它没有那个99分的，哪怕你一个地方写错了，也不能执行。好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细节。啊，细节，理论上，因为我也是那种很注重细节，所以我就每一个 step 哈，都会把它记下来。云端上面也有放嘛，好，然后那个录影又录下来，所以其实你想要照着做，我想应该也没什么太困难的。因为我自己这样做，我觉得还 OK 啊，而且程式真的好短啊，没几行哇就做完了，是太棒了哈！而且以后会不会更好？以后可能会更好，程式又会更简单哈，甚至会有更多图形化界面加进来，应该也会有啦。只是说慢慢会让它那个啊，就是慢慢加进来，不可能一下子。但是你说再简单，你还是要写吧，哦，你还是要基本的语法哦，所以。至少我觉得你在这堂课哦，至少你要学会的，至少要写一点简单的东西吧。哦，哪怕是你先用我的来贴，你要贴对，能够让它跑。
如果贴完也可以跑，那至少你 OK 了。再来的话，贴上之后，记得把部分删掉，拿来就重打啊，也可以跑，那表示你应该第二阶段 OK 了。啊，再来的话，改成你要的东西也 OK 的话，啊，我想应该慢慢就接近你那个目标了。然后再来的话呢，你可以写更复杂的东西，我想你会更接近你要的那个哈，那种感觉啦，你的那个这一项技能，我想你就比较有信心了。哦，你的履历，假设你的履历表上面你就敢秀一个说，哦，我对 Python 是非常专精的，好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哈，再来怎么写？哈，首先的话呢，其实观念差不多。那第一个就是说呢，哈，我们要怎么去爬了？哈，爬那个东西之前，请各位一定要先学会。看懂这个网页背后的东西，其实网页前面看起来就是很 OK，但是你要怎么看这个东西？一按右键，这边有个检视原始码。那我上次有讲了，哇，这么多东西，天哪，这哪看得完？而且这行数已经到1400多行了，从头看到尾，哪知道哪个？当然你也可以慢慢找，或者你可以按一个 Ctrl 加 F，你也可以去寻找到。你要的位置，但是我觉得太慢了，所以呢，教过一个方法，你至少要学会利用什么呢？利用那个 Google 的 Chrome 浏览器，找到你要找的那个原始码的标签位置，并且告诉他说，我就是要这一部分的哪些资料，那他就会帮你抓过来，所以第一个，那怎么抓呢？首先第一个，我如果要的是1到7的标题，那怎么知道标题？按右键，特别注意哦，请你在这个标题其中一个上面按右键。那我可以透过什么呢？这边按右键有个检查，对哈，透过检查这个功能呢，它可以告诉我说，哦，你这一段程式在原始码里面的位置，它就直接就告诉你在这里。只是说呢，它编排的方式因为固定都在右边，然后我上次有讲过，你可以。上面有三点嘛，好，你可以把它改成，我习惯是把它放在下面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折行不方便，它全部都放一起，看起来不舒服，所以你可以怎么样？透过这边有一个三点，这个三点你可以本来是把这一边放右边，我不要，我把它放下面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程式看起来会比较舒服，所以我把它点什么？点这个按钮叫做 Duck 哈 To Button，就在放在下面哦，OK，帮我定位在下面。OK，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，我们要的按右键哈，检查一下，那你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是这一串，从哪里呢？从 A 有没有？A 的话是超连接，在 HTML 标啊，结束的地方一定是一个斜线 A，所以这一段如果你要的话，那你就可以用 Beautiful Soup 跟他讲哦，我要这个的 A，但是这问题哈，这个网页里面有超连接的地方太多了，那你怎么知道要哪一个 A 呢？有没有？有 A 的一堆啦。那怎么办？接下来第二个，你要跟他讲它的特征。一般的特征就是它是哪一个类别。所以呢，里面的话，你找一下它有没有属性哈，A 后面有没有加这个 class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就把这个 class 等于哪一个？也就是超链接后面还有很多特征，那其中有一个最简单就用 class。所以我刚才讲说啊，你帮我找 A，第一个，第二个帮我找它的类别叫这个名称。那他就帮你把那个东西抓回来了，你看懂我的意思哈？啊，怎么抓？接下来我们把程式写一下。接下来的话，第一个哈，我们先不要写这么多好了，我们先写到这边，反正前面几行都一样。import request 这应该没问题。然后呢，再把那个 import 这个 beautiful 从 BS4 里面帮我 import 这个 beautiful soup。然后呢，一样用 get 有没有 request get 这个之前用过吧哈？然后把网址贴上，所以后面这个网址贴到。这个刮胡里面，然后呢，它回来之后的话，它会有个 HTML，这是好像之前有了哈。然后呢，不一样的地方是说，你就是用 Beautiful Soup 去解析，那怎么解析？把抓下来的这个原始码，原始码就这个了。所以你会看到 HTML 点 text 里面就是一大堆1400多行的那个原始码。那怎么去解析呢？你后面哈，固定有一种方法，它固定的参数就叫。HTML 点 parser，意思就是说帮我针对网页，就是 HTML 去做解析。啊，后面这个字串是固定的，所以目前先不要改。
当然还是有别的模式啦，不过我们先用比较一般的模式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会帮你产生一个物件，叫我们名称叫 SP。那 SP 之后的话呢，我要怎么去做那个网络爬虫齁，接下来的话呢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要告诉他怎么去找。找到之后呢怎么处理。所以呢，如果说我今天找，比如我今天找到一个什么了，找到一个 V 好了。哦，假设一个 V 也许是 video 的 title 好了，假设了齁 ,video title 等于什么呢，用 SP 帮我去找。它其实最强大的功能就是帮你找到那个 A 的啊，找的话其实它的语法叫 find。哦 ,find 的啊，特别是 find 一个的话叫 find, 啊 ,find 全部叫 find all。OK, 所以它蛮特别的齁，就有点像那个读一行啊，后面的话 find, 他问你说请问一下你要 find 什么，第一个 name 齁 ,name 的意思是说什么那个叫做网页的标签名称。那网页标签名称叫什么，就是 A 啊。第一个帮我找它是超连结。再来下一个的话呢，它会有什么了，好几个啦，不过其实只要两个就可以。第二个的话呢，请你帮我找什么，找那个 class 的名称。所以你就把那个 class 名称有没有直接找到，按右键齁，然后找到之后的话去这边嘛，按右键齁，然后检查 class 后面的这一串字串，点两下了齁，你可以在那边点两下，按右键你可以复制。齁 ,OK, 特别是齁，其实有的时候不用重打，你就复制它就可以。所以复制到哪里呢，复制到这个双引号里面。这样的话呢，他就帮我找到了。OK, 那找到之后的话呢，接下来我要做什么？V 里面的什么呢？的文字哦，特别重要的文字在哪里？其实的文字就在这一串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它这个 A 到这个 A 中间这个就文字，啊，它里面的超连结的话就叫做 H, 这边有一个哈，所以特别注意它的文字在这里，它的文字这一个部分。OK, 那它的超连结在哪里？超连结就这个 ,OK,href, 对。那我要怎么抓回来齁，第一个我先抓它的那个 test 好了 ,v 的 test, 帮我把它 print 出来，所以我可以怎么把这个 print v 里面的那个什么呢的文字帮我 print 出来看一下。OK, 啊，这样应该大概知道了齁，把它 print 一下。看一下 ,OK, 齁。v 里面它没有这个 test, fine, 他丢回来的东西，还是说是要中括弧，他是不是丢回一个字串 ,v 里面的东西 ,script, OK, 那不然的话另外一个方法，我们干脆什么 ,feed test, 这个里面的东西，要不然我用 find all 好了，因为要把全部抓一全部查一下，然后把第一个就零，它这个 find all 的话就全部找到，先丢到 v 里面，然后 v 里面的第一个print 出来 ，out of index 那个技巧就是说，因为呢在 class 后面呢它有很多个名称，那我们就先取其中一个，那其中一个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 title 留下，后面空白后面这一串先把它 delete 掉。OK, 那 delete 掉之后的话呢我们就 find 这一个，然后把 v 里面的 test 帮我 print 出来。那接下来的话你可以发现这个就出来，不过会有个问题，它前后都有这些空白。所以如果你要把那些空白拿掉的话，你可以在后面加一个点 strip。strip 就是去掉你要的那些东西。那当然前面我们有什么 strip 逗点 feed 什么东西啊，如果说里面没有的话，就是保持空的，就一个刮弧的话，意思说前后的东西帮我把它 strip 掉齁，把它去掉，后面后刮弧齁，把那个 strip 掉的话呢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会齁帮我留下我要的这个标题。那可是问题齁，如果说今天我除了这个之外的话，那我可以怎么样，我可以再把它的那个什么那个 HTML 把它抓下来。 HTML 我刚刚讲过，如果你要抓的是它的超连结的那个属性的话，你要 get, 用 get 方法啊， get 告诉他说我要的就是那个 href, 所以你特别注意这边有那个它的这个名称，比如我要超连结的话，这个 href 你可以把它复制啊，或者
或者直接打到这个里这边也可以，它就会帮我把什么呢？诶，它的 A 里面的 href 就超连接，帮我把它抓过来。OK，那你可以看到目前哦，它就抓一个名称跟一个超连。可是如果要全部的话，哎，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你要我要全部的话，就把 find 改成 find all 就可以了。那 find all 的话呢，刚刚如果说我只有一个回来，就是某单一一个物件。那如果是 find all 的话呢，这里面的话它会是一个串列，哦，所以你我们如果要把全部跑过的话，就可以再把这个 v 怎么跑一个回圈。那这个回圈的话呢，哈，就是我也把它放在那个网云端上，就是跑一个回圈，哈，把这个 list 把它怎么样解析出来。好，比如说我这个 find all 本来是 find 一个哈，我把它 find all 的 list 这个串列呢，就逐一逐一的把它里面的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分别把它解析。那后面是也是一样，就是解析的它的 text 文字哈，跟它的 href 它的超连接。啊，前面我只是串接一个标题跟网址啊，把它分别执行一下。OK，看一下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把什么从第一个到第七个的所有里面哦，特别是要。它本来是非常复杂的原始码，那透过 Beautiful Soup 哦，里面帮我抓标签跟它的 class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就可以逐一的把它的里面的 text 跟它的超连接逐一的帮我抓出来。好，请各位先试一下，那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OK。